刚吃槟榔的时候啊，本来咬那个槟榔头，咬下去的时候奇怪，嘴巴怎么痒痒的？看一下这个槟榔怎么样？怎么样这个 ？Oh no！ 嘿嘿嘿，怎么会有古墓石呢？以后不要开玩闹的啦，这个以电视在包槟榔的时候就摸你哈，难怪那个有那个的味道。怎么吃啦？日前有网友分享自己在吃槟榔时发现嘴巴痒痒的，将槟榔拿近仔细看，才发现槟榔上有迷之毛发，让他拍影片边笑边喊：“这是要怎么吃啦？”怎么样这个？怎么会有古墓石呢？以后不要开玩闹的啦，这个是怎么样？以电视在包槟榔的时候就摸你哈，不然怎么会有古墓石呢？我操，不是开玩闹的，这个难怪那个椅子有那个屁的味道。怎么吃啦？